之星他们家的巧克力香膏，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它就是长得很像巧克力，带两种香味出门。它就是像这样子转开，它是这种滑盖的设计，使用上真的很方便。这个花样芭蕾的香气呢，其实是成熟稳重又带一点温柔的感觉，会想要靠近你，会有气势，会有距离感。如果你小苍兰啊，清新淡雅的香气，花香味会比果香再来得再重一点。我自己觉得它是蛮适合当做基底的香气，可以先插上这个英国尼小苍兰，然后再搭配其他的香味去做不同的调和，看你是比较喜欢偏花香啊。果香，或是你比较喜欢那种木质调，都是可以自己自由搭配的。一款有八种香气，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我也非常推荐女生一定要喷香水或是擦香膏，尤其是在你要去见重要的人或是约会的时候，其实会让你好感度提升很多。也擦的部位也是可以擦在耳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擦手腕啊、锁骨、耳后这三个部位。那有些人可能会擦在关节，轻轻的按摩在耳后，这样就可以了，就非常方便。它的包装啊，它里面会附给你一个甜点茶，它长得很可爱，就是这种甜点茶。这边是有一个孔，从这边推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它其实是有附一个收纳袋的，它是长这样，也就是让你保护这个香膏不要被你包包里面的钥匙啊或是尖锐的东西去刮伤到它的外观。体积非常小，就是很符合我需要长期放在包包的需求，超级迷你，我都一直放在里面的袋子，就没有再把它拿出来。平时有什么约会或是要见重要的，那就可以直接拿出来使用，非常的方便。它寄来的时候会放在这个分装盒里面，也是会有一个封膜把它封住，是金色包装，小的手提袋。如果你是要买来送礼的话，我觉得也很适合。它纸袋超美，它上面这个很精致，然后这个缎带超好看。这一次呢，就是想要分享这个他们新推出的巧克力香膏给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点击过去逛逛。